咁申請咗大嶼山禁區紙，咁首先會揸車去呢個迪欣湖行一行先，之後就出發去呢個大澳。咁喺大澳食咗個午餐之後，會上翻呢個朗屏昂坪嘅市集，再去呢個深京簡林。
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